大家好，我是何杜林，接下来请你爱收看《报道高阿丁》。在的以前，八卦不是台湾人主要的古道，无论是戏的、松的、雅行还是庙会，绝对拢爱有伊。有台湾人的所在，就有八卦。其实八卦这块传统的音乐，伫过去是一款上流行的音乐，会使讲全台湾啊，只要有人侪的所在、人侪的时间，你就会听到、看到这个八卦的音乐。在咧家人，北管影响在地人民的生活是非常的深，尤其是在咧七月半中元节时阵，闹热的北管音乐，和原本严肃的祭典，加添真济快乐的气氛。其实北管不是一般人印象中迄轻轻强强吼，足差的音乐。其实伊的过程吼，啊变化，甲漳州伊有足深的文化意涵伫内底，含在地人的生活结甲足硬的。咱一定会出的就是妈祖生，啊个中元节正大的庆典吼，因一定会出顶头。对时代的改变，八卦虽然已经不是家人人的流行音乐，但不过这种典雅的传统也是活在家人人的生活当中。百多年以来，八卦在的家人从来就不曾消失过。咧八卦食时件啊，这个年代吼，伫个家人呢，曾经有流传过安尼一句话，伊这句话是讲啥物呢？咧讲吼，三板桥拢未当过啊！啊，这是咧讲吼，因为这个以前的家人吼，有一条河，这条河叫做旭川河。旭川河呢，就是即卖卡马顶迄个所在吼，啊嘛是以前较早的时阵是叫做上岩岗迄个地界。其实吼，这个旭川河呢，这个两岸吼，迄北管的西鼻甲福禄这两派呢，都居住伫个这个两岸的所在。所以讲迄个时阵啊，河哦两岸都是用这三地板吼、三地板啊来搭桥来交通。迄个时阵啊，伫个家人的北管两派吼，有影是竞争真激烈吼，啊，迄气氛拢真紧张。所以讲哦，彼此之间若是要过桥哈，啊，可能拢麻烦。所以讲叫这个画三星啦吼。啊，不过呢，咱用这句话来滴，会当看得出讲，其实以前北管伫个家人这个所在地位有偌尼啊重要。虽然讲咱即马吼真罕咧去听到北管啊，甚至讲吼北管已经大多拢无去人重视，但是伫个家人这个所在北管吼，也阁是活伫个咱乡民的生活中间。所以咱今仔日咧，就要来听一下北管吼，家人的北管啊嘛介绍讲，和大家知影讲家人这个所在其实北管的历史甲伊发展的过程。今日非常荣幸，也非常欢喜，邀请到咱的国宝吼，嘛是暖暖灵异群的这个查某的吼女性的主题团的这个第一位女主的这个主题，这位就是咱的周面阿姨。我本人叫做周面，啊，个咱家人七六社一组的赖国祥艺师。我是家人主题囡仔阿祥。咱来讲了主题，其实你迄个时阵都已经投入了。关于着你北管的学习嘛，对无？你都一直咧做主题啊嘛。你原本在暖暖啊，你是啥暖？啥物机缘啊？你也去参悟，你也去接触着关于着北管的这个表演呐、啊。阮家住在妈祖港口，是啊，所以讲就细汉的时阵，就是拢看迄讲安尼社团啦、表演啦、北管啦、实音啦，啊个这个演戏，拢家己的地方的主题团，啊，我就有一个幻想。幻想讲，我来参加来做这个嘛感觉真趣味。到民国五十年的时候，拄好林义军100周年，啊，阮遐迄个中药房，吼，阿福伯就讲，啊，咱遮查某囡仔遮尼济哦，咱拢北管这个北管戏拢查甫囡仔咧搬，是，无咱即马来拍破传统，嗯，咱来让或者查某囡仔做女子的，是，吼，啊来组织这个团体。啊，当时呢，就阮的社长
周作元先生，伊嘛真同意啊，讲好啊。较早阮的祖先吼，阮的阿公啊，伊嘛是林义军的子弟，是，啊，啥都欢喜啊，拢答应。啊，所以我才来参加咱的子弟团，来做演戏的部分。咱看到讲咱这个时代吼，大大细细的这个。也也，咱讲演甲写啦吼，总共差不多有40组以上吼。咱写的部分吼，可能一条路300公尺，差不多四个人写对不对？是。啊，你也看写，较早偌流行。是吼，人讲啊，你做主题不是家己欢喜佚佗就好啊嘛？啊，到底是什么作用？迄个年代就是娱乐啊。哦，娱乐。哦，啊，那无就是庙庆啊。嗯。从我就是伫庙内底学的啊。是。啊，就是安尼斗劳力安尼，啊，大家都是去遐劳力。啊，庙出门就是一定爱劳力啦，爱八卦啦，是叫声，是。所以讲，你是完全是兴趣哦，啊去投入这个主题表演安尼，啊，这不用讲表演嘛，先娱乐啦，娱乐到一个程度了后，大家给你欣赏啦吼。迄个社会吼，无讲像讲即马女权吼，这么自由开放嘛。所以迄个年代，拢查甫人去娱乐的权利。但是女主去参与到女主题，我感觉讲这是一个真特殊啊，一例啦吼。迄阵啊，阮安尼拍破传统吼，做女弟子是哦，轰动个，会使讲你甲看，这人呢人山人海，是连迄个烧香的金钉、金纸，金钉啊，徛到人拢徛到满满。所以讲，这人拢是来看恁的演出的。对啊。真轰动，因为民国50年啊，较稀罕啦。讲哦，听讲有查某主题，过去拢是查甫的啦。是啊。啊，即马有迄查某要来搬主题戏，啊，大家拢来看，来看啦。嗯。嘿啊，哦，啊，真轰动呢。啊，都有人抢金啦，拍金牌啦。嗯。啊，迄个情形。啊，熊三，你这边，你的先生在教你吹牌，即个先生吼，因嘛是依然是家人在地的吗？伊较早。嘛是，别个演戏学的啦。是，啊，就是艺馆，就那市六社，就那个叫来看阿正上班啦。哦，是安尼。啊，我目前嘛是这个情形啦。嗯嗯嗯。我嘛是别个演戏学的。家人咱在地吼，拢真，其实拢一直伫家人这个所在咧发展嘛吼，咧继续团啊咧团。啊，吹白迄个物件，计甲别位较无同，可比讲台中诶新竹诶家人啊，咱拢同款吗？无，拢无同哦。啊，咱家人诶味到底是倒位，甲人较无同？有当啊，新鲜会共改啦。是，家人拢保持自较早我学，甲即卖目前，伊我诶白，阮诶白纸学诶白纸，就是传统，就是安尼。是，未使去用学白改。哦。所以七六社其实是保留了原本上关节诶迄个味。包括咱家人所谓写遮，会差一点啊啦。嗯，啊，不过就是，予人感觉恁真好啊。是，分了真侪啊。演甲写的名吼，其实会代表迄阵人伊个共同的理念嘛吼。像讲这个七六社，啊，就是看这个字就知影讲吼，大概是为着娱乐吼啊，所以讲吼小苦到底安尼，就是七六安尼。但是我感觉这个林义军。这个名字就比较特别，啊，这个由来是安怎样？当年阮叫做兴义烟，大概这个160年前，这个吼，可能伊这个唐山先来教吼，是西鼻的，是，因为烟，烟都是西鼻，烟甲铜拢是西鼻的，嗯，啊，那虾棍这才是福禄的，哦，是，啊，所以讲，尾啊大概是这个福禄的先生啊较济来，嗯。啊！而且咱自乐社，这大公的，是送福禄的。是。啊，老师拢同款，拢大家拢互相流通的教。是。灵是精神的团结。是。哦。啊，义，咱讲义气。嗯。一句话就好，比如讲哦，我跟你交陪，我因为讲要出阵。嗯。一句话就好。是。答应你摆在楼房的，你就是爱甲我出来。是。有义气，啊，够信用。啊，这个军，咱大家合军。无分讲你西鼻也好咯，大家拢是艺友，是，嘿，啊，拢好朋友啦，嘿，啊，拢会使斗阵的。不管是西鼻啊、福禄啊，这演戏啊，吼，其实因出阵头的时阵啊，啊，咱拢听讲会车拼，会互相来计较，这拼来拼去，吼，拼面子啊，拼各方面。啊，是安怎拼？我看了这面头前的这物件，我就大概咱知影吼。这阿雄仔，你先介绍一下。这叫做彩排。彩排。因为大演戏出门一定爱为。
彩排，那是规组的啦。规组的。彩排、估计、路径，规组拢雕刻的。是。啊，新型的啊，西皮福禄咧拼，你福禄有迄落物啊，我西皮的嘛要爱有迄落物啊，做人的技师较歹啊，啊，迄落表示讲财力有啊，甲再大个音响，伊一定爱有迄个财力，才我都做这物啊。是。伊即马这物啊，若有钱嘛，无一定做会到啦。嗯。啊，伊这内底有啥物讲究嘛？伊就一定有一个故事的。啊。伊袂使乌白刻啊。是。我是听人讲，这是洪新凤的故事啊。这套物件就是你要出电头的时阵，就一定要穿好脚。哦，啊，咱出去的时阵，这就真清雅嘞，让人看到讲咱这个烟霞吼，是这尼啊老嘞，啊这尼啊排场这尼大嘞。报告高阿丁，内容足丰富，有地理，有历史，嘛有人文甲故事。咱也是知愈多，捌愈深，对咱台湾着会。啊，所以你爱叶啊呢？这安尼起来，这个叶啊，伊会当倒一挂花啊，花蕊咱来家己己做。因为你开始创作的时阵，你爱有我多去欣赏大自然，你也有我去写诗。头壳内若无一个画面，做出迄个物件是死的。画这个吼，自己对生活有种想象甲愿景。明天吼，当然咧有鱼有肉，啊，生活会当较好啊。好就是好，好本身嘛代表迄个长寿嘛。湖南人来贸易嘛吼，郑成功啦，迄个郑芝龙、严思齐去漳州啊做真侪即个所谓的贸易慈悲。所以讲，即个人拢是来看恁的演出。对，真轰动，因为民国五十年啊较稀罕啦。听讲有查某要来搬主题戏，啊，大家拢来看啦。你若大个演出出门，一定爱为彩排、估计、路径。规组拢雕刻的，你福禄有迄落物啊，我西皮的嘛要爱有迄落物啊，啊，迄落表示讲财力有啊。每礼拜请准时收看《报道歌丁》。算的风啊，飘啊啊！嘉赞，哦，有影呢。听这个唱曲吼，感觉讲规个人精神拢起来，拢起来啊，拢来啊。这就是木泥沙做饭，啊，真怀玉挂水，真怀玉挂水，系挂水啊！因为这个伯父，啊，要甲伊的夫人、甲公主来分别，要去上战场，是，所以你做的这个叫小时候，就真怀玉，真怀玉，就这个真怀玉，这个相片，就是拄啊你唱的这个角色内底这个唱腔嘛，吼，伊就是要出征啊，吼，是。头壳滴的这个呀，吼，盔甲，哎，盔甲，吓啊，双方票就是安尼扬起来就对了，就是要右靠。来声是右靠，右靠的啦。你以前做小段的嘛，对。啊，小段到到尾你做老生啊、小生啊，这拢无多，甲你靠倒就对啊。拢所以讲你，逐日叫嚣八块金交椅，你拢坐透透，迄意思。是啊咧，三回也无坐啦，三回也无坐哦、喔，啊，加载啊，无你要留一嘴饭吃。三回啊，因为演俗啦，讲的吼，咩拢无同款。是。譬如讲，你若做老生的啦吼，开头白，吼，咱若唱回家啦吼，十打功劳十四起，身上红鞍白衫系，污泥火中成就家，打扮小金啊。汉家而起，三回阿姨就出台了人，
天上下雨，噼里啪啦滴；地下雨来是滴里打啦滴。啊，班长讲话是叽里嘎啦叽。啊，孩子拉尿是稀里撒啦稀。啊，叽里嘎啦叽呀，稀里撒啦稀。啊，管他说的是什么东西呀、啊，什么东西？啊哈！啊，我唔是白人，你啊咪咧戏啦，伊就搬就是搬咧笑客啦，嘿啦，口气讲话无同款啊，无同款。这个角色或者什么？王桂英，王桂英就是这个啊，宝莲灯哦，宝莲灯的故事。嘿嘿嘿，查甫囡仔咧学戏这件代志，吼，除了是讲你是女主角，这个人的较去注意到你。另外就是讲你学戏中间，你有碰到什么款的困难？因为你讲。咱原来咱的八卦位长山过来时，嗯，伊讲的是正音，嗯，正音就是官话，也是等于咱的国语就对。嗯，啊，因为来咱台湾，咱台湾较早散车的较济，嗯，读书的较少，嗯，啊，所以真济嘛是拢无读书咧。是，吼，啊，搁你乡音的关系，啊，比如讲下港腔啦，咱中部腔啦，宜兰腔啦，拢爱学，啊，你就学，比如讲，哦，这个蛤蟆啊，闻来，嗯，哦。啊，咱啊，国语话虾嘛稳啊，对不？啊，伊拢加减会脱音，嗯，吼，拢加减脱音啦，吼。啊，那若有是什么风吹走动，嗯，哦，啊，伊就讲，那是有什么风吹走动，嗯，啊，就半台湾半国语，因为以前读书的人较少，啊，大家呀做餐的啦，做生意的，摊商卖菜啦，啊，暗时啊，营业啊，大家来学子弟，嗯。啊，所以就是学迄个腔口的问题，慢慢接接脱脱脱脱，甲变做做讲话难谈啦。啊，大家较早查某囡仔学足稀罕啦，哇，开始啦唱曲学好，嗯，哦，比如平板流水啦、菜板啦、大少茶、小少茶啦、金龙蛮啊、万中锦啦、唐诗啦，嗯，吼，哦，这种种你曲拢先学起来，嗯，学起来然后再来打脚步，是，啊，脚步你就。哦，就安尼讲开山啦，哦，大五步开山，嗯，哦，你啊，比如讲，你若大岁都，是，都安尼，啊，你但是你啊二岁三岁啊，吼，啊，伊个动作无同，啊，你啊小段袂使超过目眉，啊，是，哦，你安尼，啊，都安尼，嗯，哦，摸头、捡领，啊，都安尼，啊，你就是讲。一人一种，你袂使超过，就是小生嘛是同款，袂使超过小生尔，拄甲头壳顶尔。哦，咱咧开山啦，啊，五步拢爱打五步，嗯，哦，啊，查某嘛同款打五步，迄跳台就是爱安尼。因为迄阵啊，大家讲有兴趣嘛，啊，有兴趣来参加哦，足好个，哦，啊，老师讲，啊，咱迄阵嘛拢听，但是阮快三兄弟哦，因前啊吼无共哦。因若无乖是听无好尔，老师将迄个笛啊，咱以前道具，毋是讲像即马方便，拢有现成的道具无，拢笛啊处处的啊，将迄笛啊摕去甲你摔。嗯，啊，阮个查某的无啦，查某囡仔拢尾啊跩拢较会张啦，但是阮迄阵啊袂，大家拢正听老师的嘴。阿雄师，你咧学的时阵，初初开始学你就是学弦啊，还是学这个鼓吹者？学鼓吹。先从鼓吹开始学。啊，学的时阵，你是安那去学迄个白字？我看到这顶悬有咱迄个历史的物件哦，咱小掀一下咧，会当甲掀一下吧。哎呀，这里哦，多一本较好靠历史。这本九十年啊。这本九十年啊，安尼我唔敢掀，互你掀，无好掀哦。哎呦，我皮皮抓咧啊！这吼，这对一般人来讲呢，这顶悬拢写一挂这个字吼，这叫做钢车破。嘿，钢车破吼，啊，这叫做有字天书啦。啊，若无字的，咱看无对吧？这有字你搁看无，这就害你甲咱解释一下。啊，迄阵你学的时候，你爱先学这物件嘛？爱背啊！这历史的我唔敢。因为咱这白字一定要有半了。嘿，半个了。了后，当初你只要会样的时阵，你就开始去练谱。是。啊，谱练了一定爱背。一个肩背放落来，遐个物件必挂拢伫这内面。对。吼，哦，这个刻迄个白字，这种写伫这顶悬啊咧。咱主题上简单的人头刷，相有相留啊，有车相，有相留，有留车相，有留有，讲车讲留，有留讲车讲车讲。
柳柳公车，柳公车上，这上基本的啦。啊，我的手势就是咱的拍子啦。哦，你阁会记得讲你几岁开始学？我走路二五六岁啊。二五六岁才开始学。走路二六岁啦。二六岁开始学，啊，你学多久才开始跟人去出阵头安尼摆场？学多久哦？嗯，该记。因为人开馆已经半年了，我才入去的。是，我去捏人头前的谱啊。所以颠倒安尼，搁较认真，惊会得袂着阵安尼。啊，你就是有兴趣啊。是。你爱想办法，你捏过人头前的谱，头前已经学半年，已经一贯过啊。哦。就是四个月一贯啦。咱北馆吼是用什么款的方法哦？咱会当甲继续传落去安尼。柯君良教授啊，嗯，哦，伊甲我讲，伊讲。啊！我去大陆的时阵，啊，拢找无咱这北馆呢。是，是毋是伊迄搭遐短暂呢？嗯。所以我建议讲政府啦，吼，咱一定要来个医护、个支持啊。目前这囡仔是拢家己自愿来，来报名。是是是。毋是讲你指定讲叫伊来学。嗯。强迫个，甲家己兴趣个无共。是。哦，啊，因虽然一礼拜学三点钟啦，嗯，不过这囡仔目前。袂歹啊，是，漳州切客啊，是是是，就是有这个好地理、好地点，嗯，啊，袂去影响个人，啊，所以阮会继续做传承落去。是，你今仔日你若别位啊，人电话就叫环保局、叫警察来，是，因为暗时啊学拢会较吵，嗯，啊，即卖人带了较密、较密啦，较密，嗯。所以一点仔声尔，大家都挡袂住。兴趣真重要吼，啊，你若是对这个物件有兴趣，你去追求，其实你不管日夜吼，不管什么时阵，你都当练啊嘞。代表咱台湾的声音，你看小红偏胖一点吼，啊嘛，感恩恁今日来到现场，啊，咱来请阿雄师来跟咱演奏一曲啦。感谢两位，感谢两位。